一件事情，好 ，OK 哦，听好了，好像玩什么大的游戏。然后不注意，可以请大家帮我拿出你的手机吗？好，给你三秒钟。好，然后步骤二，打开 IG。步骤三，我们是谁？贝克小姐。啊，我们是谁？贝克小姐。啊，对，贝克小姐。然后输入贝克小姐。我只是那个刚那个环节，只是想满足我虚荣心。然后可以，如果对我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追踪我们。然后我们赞啦。那如果已经有追踪的同学，就是帮我们拍美美好看的照片上传啊，不好看的就不用上传，就留在你自己手机或删掉，好吗？不要，就是你知道，家丑不要外扬。好，然后可以就是你可以有拍照或是发文 tag 我们，然后我们都会看，然后我们也很喜欢看，就是大家有一些心得，嗯，好，然后最后一首歌，帮你们大家刚刚有说准备好的人，你们有准备好了吗？有，好哦，就冲着这句有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是接下来今天要唱最后一首歌，叫做《四月七号》。耶、yeah! ！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，欸、我要讲什么？但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合唱。然后就是，如果你不会唱没关系，第一次副歌，如果你不会唱没有关系，第一次副歌我会唱给你听，然后第二次副歌我们就一起唱。好，然后，啊？啊，唔汤。好啊，等一下啦，大家应该会唱吧？好。喂。然后那个，我今天讲话有点不太清楚，因为太兴奋。那个就是大家看过就知道。好。啊，我们最近有一首新歌，嗯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就歌名很长那个。我们最近在写歌名很长的歌，就是。可惜现场不能演，我不知道两个人怎么演。听了就知道我要怎么演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好吧，蛋娃姐，蛋娃姐。没有，他好，我真紧张。好，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四月七号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湖畔音乐季跟大家见面，跟大家玩。全都值得，不再哭和任性了，只是偶尔还是。
想的太多，如果想它真的存在，如果这次换我选择，还是要遇见你，即使知道要再心碎一遍，而湍急的时间变化，你在下个路口出现。